根据记载，在摩尔门经《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》里的真实事件而制作。把他处死，王啊，求你，我相信阿宾纳代所说的话，他指证我们的罪恶，求王不要对阿宾纳代发怒，让他平安离去，把他赶出去。诺亚王，求你，我们应当听这个人的话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杀了祭司阿尔玛，杀了他。关进监牢。阿宾纳代，我们查到你的一个罪状，你该当死罪，因为你说神会亲自降临人类儿女中。凭这一点，你就该被处死。除非你收回所有你说的关于我和我人民的祸事的话。我绝不收回我对你说的话，因为那些话是真实的。我自愿落在你手里，就是要让你知道，那些话是真实的。我情愿受苦而死，也不收回我的话。那些话必作为对你不利的见证。假如你杀我，你就是流了无辜者的血，在末日，这也必作为对你不利的见证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神的惩罚会临到我吗？他辱骂了王。没错，没错。把他交给他们处死。看哪，你们这样对待我，事情将是这样，你们的后裔必会使许多人受我所受的痛苦，就是遭受死亡的痛苦，因为他们相信主他们的神的救恩。你们必像我一样遭受痛苦。神哪，请接纳我的灵魂。